还是说我们去买几只假蟑螂，明天放到他书包里面，他到时候一打开书包一定会哇！这不是你小学才玩的把戏吗？怎么，没创意啊？要不我们买个洋葱吧，然后涂成红色，假装它是一个苹果。哎，没错，明天你去拿给他吃，他到时候一边哭一边笑的样子，我想想都好笑。阿四，我们最近很忙，没空搞这些。忙什么？他忘了，我们要去教授家里啊，讨论毕业论文。哦，那明天再去啊。哎，对了，磊，你一个音乐系的，跟着我们去干嘛？我只是想搭你们的便车，这样比较环保。